堅尼地城科士街樹場有120年歷史，呢度一共有26棵榕樹，其中4棵仲係古樹名木，係全港最大規模、最古老嘅樹場，好有生態同埋歷史價值。为了保育他们，港铁公司早在2005年设计港岛线西延的时候，将坚尼地城站的位置由原来的科士街搬到士美菲路。港铁公司还请了树木专家做顾问，制定一系列保育树场的措施。这几年呢，港铁公司就做了大量的树场保育工作，包括在场后呢就设立这个树木保护区，防止挖泥工程影响树木，又设置临时支架支撑树场，还有安装了十几个监测点，又邀请树艺师修剪树木，令树木继续健康生长。詹教授和港铁还出了一本书《石墙树保育》，详细讲述在建造工程期间保育树场的经验和挑战，大家很快就可以搭港铁来树场这里了。